主席，各位委员，立法院第八届第五会期第十次会议讨论事项列案建议，本席建请针对议程草案讨论事项第三案及增列讨论事项第103至111案暂缓列案。二、有关本次会议讨论事项列案顺序共106案，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。以上。好，那请议事人员宣读完之后，再请陈杰如委员发言。